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冯宝宝，好久没见了，在这里向大家问好。当我知道原来公共电视它是一个没有广告收入，它的经费来源除了靠政府捐赠之外，是需要自己去募捐的。为了能够让公共电视这种为民众服务的精神继续下去，我很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在经费上大力的支持。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捐款挺公事，做好更多事。